大家好，欢迎收睇《大自然逐样解》。Sonny 啊，上集我哋睇咗好几种香港嘅常见蛙类啦，而阿希都向我哋讲解咗唔少两栖嘅基本知识。咁今集我哋睇咩啊？大家平时以为咧喺低地池塘同河溪咧先会见到青蛙，但系今集咧我哋带大家去到高地睇下咩青蛙。即系高地蛙？冇错。咁一齐去片啊！好啊。香港某一啲高山拥有非常丰富嘅生态，山林里面有好多唔同嘅动植物，可以见到香港其中一种兰花金线莲，又可以见到一种食虫植物宽苞毛膏菜。如果好彩嘅话，可以见到唔系每一年都开花嘅山姜。当中有唔少两栖爬虫类动物，例如稀有蛇类、越南落铁头、灵蜥、小棘蛙，仲有香港犬蛙，同埋香港裸鸢。喺初春嘅时候，刘氏长特蟾就会开始繁殖。佢在近几年被重新发现为新物种。刘氏长特蟾可能是唯一一种拥有垂直的瞳孔的香港两栖类动物。这段时间在溪涧可以听到他们叫声，他们的叫声有些似蟋蟀，雄性会用叫声吸引异性，而雌性会以雄性的叫声做选择。当雌性选定之后，就会慢慢走近，他们的雌性比雄性大一些。长特蟾的蝌蚪主要食水里面的藻类同埋枯叶的碎屑。佢哋嘅蝌蚪扁平，有一条细长的尾巴，可能有利于佢哋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迅速匿入石罅。长特蟾有一个体型庞大的邻居，他们是居于高山的极控蛙。极控蛙是香港最大型的两栖动物，体长可以超过14厘米。如果受惊或者是遇到掠食者，极控蛙会吸气而且潜入水里面，逗留时间可以长达几分钟。雄性极控蛙踏入繁殖季节的时候，控口和手指会长出黑色的棘，从而得名。这些棘是角质的刺，作用相信是可以帮助红蛙紧抱刺蛙。后脚全部几乎是全水栖的蛙类，在水溪全年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而它们的蝌蚪会食水里面的藻类和动物的尸体，在自然界里面担当分解的重要角色。
比起其他蛙类，极控蛙蝌蚪体型非常庞大，它们需要一年或者以上的时间才会完成变态。哇，激空蛙刘市长特蝉，一大一细，好得意啊！系啊，不过其实我哋对香港嘅两栖鹏类认识都唔深，所以好似上集嘉宾宋奕希博士所做嘅研究咧，就好重要啦。我都曾经跟过出去睇过考察过，不如我哋一齐去片睇下。好啊。我哋今日就嚟到呢一个地方啦，咁呢度其实都几近市区嘅，咁但系你会见到周围都会有树林，虽然喺马路附近。岭南大学科学教研组助理教授宋奕希今日嚟到呢个紧连市区嘅小树林，最主要目的系寻找两种青蛙。呢度地方咧，其实有我哋香港特有有一种青蛙，就叫卢氏小树蛙嘅分布。喺几年前咧，就发现咗呢度其实有一种外来种，叫做温室蝉。我哋一路咧都会担心呢种温室蝉咧，因为佢同卢氏小树蛙嘅体型好似啊，食嘅嘢或者佢哋生活嘅需求咧好相似，佢哋会竞争。今日嚟咧就會觀察一下啦，睇下究竟譬如呢兩種佢哋今日個數量或者密度會係點樣，都會採少少樣本啦，揾啲青蛙翻去做一啲實驗，咁睇下佢哋之間個競爭係究竟有幾大。咁呢只就係温室蟬啦，佢個體型好細嘅，佢係嚟自中美洲，譬如巴拿馬附近嘅國家嘅，估計咧佢係透過一啲盆栽嚟到香港嘅。可能會是整隻青蛙，或者它是很特別的，它是沒有一個蝌蚪期的，蛋呢直接可以變青蛙仔的。它們可能是生了蛋在盆栽裡，它 不一定需要水的，所以只要比較潮濕的泥，它的蛋就已經可以變到青蛙仔了。如果第日我們真發現到這種溫室蟬和盧氏小鼠蛙競爭是很大，可能我們要投入一些資源，主動要將這些溫室蟬去移除了，而減低了對我們的特有種盧氏小鼠蛙的傷害的。寻蛙是主要目的，不过细心留意就会发现，这个窄长的小树林本身住了很多其他生物。譬如这些地方你一看就会有很多白蚁，在泥的动物那个密度其实挺高，有可能是令到一个这么近市区的地方都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物种可以在这里生存到。可以说香港其实都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很高的地方，即使只是一个这么近市区的地方。这一次野探对现在的宋奕希而言是一次很寻常的考察，不过同样的事在他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却标示了他对保育议题的启蒙。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机会就是去海南岛做交流，他到差不多旅程的最后一晚去看青蛙、看蛇、去找蛇，那一晚那个就看到很多不同种的青蛙，看到很多蛇就好像好似著咗個燈膽咁，啟發到我除咗對室內入邊嘅動物嘅興趣之外咧，發現咗原來喺大自然其實觀察佢哋咧，嗰個感覺係更加奇妙、更加開心咯。宋奕希研究唔少爬蟲兩棲類，但係佢摯愛嘅都係大頭龜同埋其他龜類，一直研究咗十幾年。不過呢條路並唔順暢。其實氣餒的時候都很多，尤其是做淡水龜是都非常之氣餒的。我做了十年以上的這些調查，其實都見到有一些種群不停地跌緊，很少會說有些好消息出現的。學術界 research 就希望可以繼續做，另外就希望研究真的可以幫到保育。但是另一個方面就一定是教育，只不過通常很多人都會擔心究竟速度可不可以追得上線，但是你不做就一定沒辦法知道，所以都會一路繼續做。今天我哋嚟呢個九龍仔公園係睇啲咩動物？雀仔。今日我哋就帶咗一班幼稚園嘅小朋友啦，咁就嚟到公園啦。雖然呢個唔係完全嘅，譬如郊野公園之類嘅大自然，其實就算喺市區附近嘅綠色嘅環境咧，嘅生態價值咧都唔錯嘅。咁我哋今日主要嚟睇係雀仔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其實雀仔比較容易接觸啦，比較大隻啦，又易睇。就算喺公園入邊咧，喺咁近市區嘅地方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品種。我見到啦。好，我哋企過嚟呢邊啦。好，下一個啊。
希望可以俾到小朋友，尤其是幼稚園添，佢哋越細個接觸到生物多樣性啦、生態咧，會覺得呢個可能係對佢哋最大影響嘅。第一個就係希望可以帶佢哋去野外度接觸一下大自然啦。第二就了解一下其實原來香港咁近市區嘅地方都可以有高嘅生態嘅。第三就係希望越細已經可以灌輸到啲正確嘅環保嘅概念俾佢哋。其實我都是土生土長香港人，我們的教育其實以前都沒什麼機會真的接觸到大自然，大學才有機會真的去野外接觸到動物，才令到我開啟了做這些生態研究啊，或者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如果小朋友呢小時候已經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綠色啦、大自然啦，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重要，可能令到我們的環境教育呢可以做得更加好、更有效的一個方法咯。一陣回來阿希會繼續跟我們大自然逐樣解，記得不要走開啦。好开心，今集我哋继续请嚟岭南大学科学教研组助理教授宋奕希博士，亦都系第一节片段里面嘅主角，亦都同我哋继续分享一下本地青蛙，同埋有啲关于佢自己嘅环境生态保育工作嘅经验。大家好 ，Hello 阿希，我啊知啊，平时你又要日头咧喺大学教书，又要写呢个研究文章啦，夜晚咧又要走上山搵青蛙。咁佢一日翻工咪翻咗十幾粒鐘，好勁喎！都勁就唔敢講，因為好多人都係一齊咁勁咁樣。咁啊，但係的而且確長時間工作係有時都會需要嘅。咁尤其是做青蛙研究，咁有時要日頭，有時係夜晚，有時要去野外攀山，有時要涉水，亦都有啲時候咧就要翻去實驗室做啲實驗啦。可能譬如可能養下佢哋，拍佢哋嘅行為啊，錄下佢哋嘅叫聲都有嘅。咁啊，最估唔到以前細個咧，其實我就好中意動物，好唔中意計數。咁而家其實諗翻轉頭咧，我依家其實每一日翻工，我可能花好多幾多時間咧，就係坐喺電腦，用一啲電腦編碼去分析翻我喺野外或者我嘅學生喺野外採集嘅數據嘅。咁呢啲係以前係從來都估唔到。我哋有時都會同啲朋友講，係講笑或者有少少誇張咁講咧。我哋做生態有時係要需要有類似軍人嘅體格，可以攀山涉水啦。咁但係你同時間咧，亦都要有科學家嘅腦袋咯。係啊，其實我之前咧，因為我都需要有幫手拍呢個系列嘅嘢啦，咁我都一路除咗跟阿希出過去考察啦，其實都有去過唔同嘅山間啊，去行過啦。哇！嗰次就覺得自己體能真係好差，即係可能少少嘅斜坡幾步已經哇唔得，我需要唞啊。但係咧，專家們已經係好快咁去到山頂等緊我，我係豬隊友咯。都唔係，其實依樣嘢個都做到嘅，只係睇有冇用。依團火或者依團熱誠其實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係好開心嘅。阿希啊，其實有條問題咧，我都好想問你啦。其實你覺得你做咗咁耐嘢，有趣中嘅有趣嘅點係啲咩咧？有冇啲可以分享？如果要講到有趣中嘅最有趣咧，就可能講到我十幾年前啦嘅一次野外觀察。咁我當其時就讀緊書做緊研究啦，咁有一晚突然間喺條河溪入邊石間入邊咧，就見到有一對青蛙，咁嗰種青蛙咧就叫做劉氏長突蟬。咁我見到佢哋係抱接緊，即係準備交配喎。咁通常啲青蛙都會係一隻搭住一隻啦。咁嗰陣時咧，我就發現咗最特別嘅地方咧，就喺上面嗰只咧，原來係有蛋嘅喎。咁呢個咧就係比較特別嘅地方，同其他係唔同嘅。咁咧，你依家會見到咧，就係呢只我哋有隻劉氏長突蟬就出咗嚟啦。咁佢係其實依家睇落咧，就觀眾睇到咧，可能係好大隻，但係其實佢實物咧就係非常之細隻。咁我哋見過最大隻咧都唔過三厘米嘅。咁所以平常唔容易觀察到佢嘅特徵啦。不過你一睇到佢個樣咧，咁佢隻眼比較特別嘅，有垂直嘅瞳孔啦。你而家聽到佢嘅叫聲咧都好獨特，係一啲高音，而且頻率比較急促嘅。頭先你話見到就係嗰對劉氏長突蟬。上面嗰隻先係遊輪嘅，即係雌性。係啦，咁啊好奇怪喎！其實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一般青蛙佢哋交配嘅時候係點嘅？我哋有條片咧，不如一齊睇睇。好啊，其實係一對班對帆樹蛙啦，咁其實抱接緊下面大隻啲嗰只咧，其實係一隻雌性嚟嘅，而有隻雌蛙咧先係搬住個雄性咧去個合適嘅地方先去產卵。其實都係啊，因為你諗下喎，產卵咧需要好多嘅體力啦，亦都可能要產好耐卵嘅，所以應該係佢自己去判斷呢個地方安全啦，可以俾我休息啦，由佢孭住個紅蛙去揾個地方咯。所以頭先阿希佢話見到劉氏長突蟬啱啱調轉咗，
黐位上面，紅位下面，咁啊真係奇怪。所以我哋當其時觀察到，我都覺得，咦，我都捽曬眼咁樣，因為見到只青蛙，我哋覺得佢係黐繩，因為我見到佢個蛋咧，係佢有少少似水晶包嗰個奶黃，因為見到啲蛋啊。之後就有問自己嘅老師，亦都有電郵問一啲外國嘅專家咁樣，咁佢哋都話全世界咧。都冇一種蛙會係由雄性咧，係會孭住雌性去產卵嘅。然後之後嗰五六年咧，我都嘗試同我嘅學生啦，或者我哋同事咧，出去野外度，希望可以記錄到啦。譬如攞相機或者攞攝錄機可以影得到，證明俾人睇呢個係喂真嘅喎，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科學嘅新發現咯。咁但係最後其實我哋喺野外咧係發現唔到嘅。咁到最後我哋就喺繁殖嘅季節啦，捉咗一啲有蛋嘅雌性。嘅媽媽啦，同埋一啲男仔青蛙咧，喺實驗室嗰度做一啲實驗，希望喺實驗室嗰度佢哋都會有呢一個行為。咁就我哋都會有啲片可以俾大家望一望啦。好啊，好啊。咁就由一隻細少少嘅青蛙咧，就會孭住嗰只另一隻青蛙，就會跳去周圍去咁樣。咁然後我哋都有試過幾次咧，佢哋真係會喺個缸入邊度產到卵嘅。大概可能六七年嘅時間咧，我哋喺實驗室咧先至成功即係拍攝到幾次咧呢個行為。咁再經過咗幾年，都有三四年嘅時間咧，先正式喺今年可以發表到一篇學術文章，去話俾人聽啊，呢個種真係有呢個行為，而呢個行為咧係其他青蛙暫時未揾到嘅。哇，其實都好漫長嘅過程啊嘛，係你仲做緊學生嘅時候，係啦，有一日喺街度見到，係，到你而家已經係一個助理教授啦，係經過成十幾年嘅時間，都係好有趣，都係一個頗為。辛苦得嚟係好有成功感，即係人生係有幾多個十年嘅嘛，我成日都講。咁除咗呢樣之外，其實我覺得最有趣成件事咧，就係可以聯繫翻我最初學科學嘅一樣嘢，就係科學嘅新發現咧，係可以由一個觀察開始咯。咁再延伸落去，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喺香港呢笪咁細嘅地方，只要你喺野外度肯細心觀察或者觀察呢啲動物啦或者生態咧，都仲可以揾到一啲我哋所講嘅科學新發現咯。哦，所以呢個發現係全世界第一次揾到嘅。係啦，冇錯。哦，犀利喎！係啊，就喺香港。可能因為佢太細啊。冇乜留意，得你留意到。都係，我哋都係因為專注，所以專業啦，睇得好細，所以先至睇到呢啲人你睇唔到嘅嘢。我記得咧，嗰次同阿希啦出去拍嘢嘅時候都係嘅。我哋係喺充滿住枯葉嘅地方，佢一眼就見到嗰只温室蟬，但係只温室蟬嘅顏色係好似枯葉噶嘛。我係完全呢度咯，呢度咪有咯，我好耐都揾唔到。都係有時都會啲人都會形容我哋係有時睇到啲人哋睇唔到其他嘢嘅一啲人，所以不過其實就唔係啦。咁我哋因為係都係經驗，同埋我哋真係好中意先至做得到咯。其實温室蟬呢種外來物種喎，其實佢點樣嚟咗香港嘅咧？都好有趣啊！温室蟬咧，其實係嚟自中美洲嘅一啲國家嘅。咁佢同其他青蛙咧有啲唔同。咁佢係唔會喺水度生產卵嘅，佢啲卵咧就會產喺一啲潮濕啲嘅枯葉或者泥土入邊咯。而最特別嘅咧係佢冇蝌蚪期，卵係會直接孵成青蛙仔嘅。咁所以咧，外國都有唔少温室蟬嘅記錄咧，都係透過佢一啲卵可能喺啲泥度經過一啲盆栽而去到呢啲唔同嘅地方嘅。温室蟬其實都好屈機喎，即係佢係直情係跳咗個階段咯。如果係咁，咁點解青蛙要保留翻做蝌蚪階段呢個位？其實應該唔同嘢都有利有弊嘅，即係你冇咗蝌蚪呢個階段，都一定有啲唔好處，係咪？都會有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譬如我哋平普通嘅青蛙生蛋變蝌蚪咧，其實啲蝌蚪都喺水嗰度覓食噶嘛，咁就會慢慢長大，然後變蛙仔。咁但係温室蟬冇嘅時候咧，佢直接由蛋咧，你就會幻想到佢變蛙仔嗰只蛙仔。是會比較細只，因為佢冇咗呢個蝌蚪期咯。如果有好多捕獵者嘅食佢嗰啲啱啱孵出嚟嘅蛙仔咧，佢哋嘅生存率就可能未必好高啦。咁但係反之，如果唔係太多咧，佢哋就可能係比較有優勢啦。咁而家温室蟬係香港叫外來物種啦。咁但係佢會唔會對一啲本地物種，例如香港特有嘅勞氏小鼠蛙一啲影響咧？呢個其實我哋都係擔心嘅，温室蟬其實同勞氏小鼠蛙咧，佢哋係有喺一啲同一啲地方出現嘅，我哋叫同域分布咁樣啦。更加擔心就係佢哋個體型係好相似啊，都係大概可能二點幾厘米咁樣。咁我哋估計其實可能佢哋嘅食物上面會有競爭咯，令到勞氏小鼠蛙咧佢哋嘅生存係有威脅嘅。其實咧，平時都聽到啦，啲外來種咧，往往都係會對本地嘅生態系統帶嚟一啲負面嘅影響。但係外來種係咪真係只係得一面倒嘅壞處，完全冇好處咧？
的而且確，我哋研究外來種咧，大部分都係針對喺佢哋對本地或者原生嘅生態系統嘅一啲壞處嘅。但其實都有啲例子咧，就係未必有一啲好明顯嘅負面影響啦。例如，我哋嘅團隊都有做過一啲關於被人棄養嘅一啲蜥蜴，叫中國水龍。咁我哋做咗啲研究，其實暫時咧都未睇到佢哋一啲對香港嘅本地生態系統咧有一啲好明顯嘅負面影響。咁啊，呢度都會提一提，你問係咪有一面倒嘅情況咧？係有一啲好有趣嘅睇法嘅。可能大家唔知道有冇聽過咧？喺香港有一種雀仔叫做小葵花鳳頭鸚鵡，咁喺佢嘅原生地喺印尼咧，佢哋嘅數量就係非常之稀少嘅，因為捕獵曬去寵物市場。咁但係香港咧有超過200隻嘅個體，其實喺香港生存緊。咁都有啲科學家或者有啲保育學家咧，咁都提出過，其實如果第日佢印尼嗰度真係冇曬咧，香港呢啲小葵花鳳頭鸚鵡咧係可以搬翻去原生地，其實係可以有保育價值嘅。咁所以都可能有少數嘅例子咧，都可能會有一啲潛在嘅保育價值。不過其實我想無論如何啦，即係我哋都要認真看待外來種呢個問題啊。因為萬一當外來種入咗嚟咧，你要去移除佢咧，就好困難㗎啦。係啊，冇錯。其實我哋當我哋講管理啦，或者移除外來種咧，都有好多考慮。首先其實去研究佢本身對原生本地生態系統有冇影響咧，其實都唔容易。但其實有更加多考慮，我哋一觀察到喺好多唔同嘅例子咧，就係要同大眾其實對呢個外來種嘅意識都好重要咯。舉一個例子就係喺歐洲有早可能十幾二十年咧，咁就有美洲嘅松鼠入侵咗，咁有啲人咧就擔心美洲嘅松鼠咧其實會對當地歐洲嘅松鼠即係原生嘅松鼠會有影響，咁就建議去撲殺嘅，即係移除美洲嘅松鼠，即係外來嘅松鼠。咁但係咧就有好多人反對啦。咁有可能係因為啲人鍾意松鼠，即係可能比較可愛咁樣，直情係打曬官司去殺停咗成個移除嘅計劃嘅。咁犀利。係啊，咁但係就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就想再移除咧都冇辦法啦，因為嗰啲外來松鼠嘅數量咧已經好太多啊。都係啊，其實頭先你提到松鼠個例子咧，係好值得我哋去深思同埋去探討一下。其實唔同嘅朋友有唔同嘅環境。嘅倫理嘅價值觀，例如動保嘅朋友係以生命為中心，生態保育嘅朋友以生態為中心，又冇話邊個啱邊個錯，其實好難去界定。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係最後嘅結果點樣係令到最大嘅好處得到出嚟咧，係先係大家要值得去思考。不過點都好啦，其實我哋香港生態環境好值得我哋去了解更加多，係嘛？咁可以由今日開始啦，大家去多啲嘗試去了解一下我哋香港嘅青蛙生態啦。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咯，我哋好開心可以今集有阿希同我哋分享咗咁多關於香港嘅生態知識。係，多謝曬阿希。咁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就會請嚟另一位嘉賓同大家繼續大自然逐樣解。下星期見，拜拜。